师傅，你就不要生自己的气了吗？你看我不是好了吗？不对，还是有点痛的。哪里痛？师傅，我心痛，我差点以为我要被抓走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会，只要你想，我会一直在。师傅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。说吧。你来救我的时候啊，身姿威武，无比帅气，一身正气，能上阵九天，下撼九泉。师傅，你来之时，在我心中眼中，便似梦中天神踏尘来，救我出刀山，远火海，令我神魂颠倒。我知道，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能撼动你的地位了，唯有那阴魂不散的陆昭瑶，是你的眼中钉吧？眼中钉？对啊，我经常给陆昭瑶办好事儿，就是想跟他打好关系，从他嘴中得知他想怎么害师父，这样我才能保护好师父。那他想怎么害我？他本来没打算害你的，可前段时间你不是拿着万钧剑去他坟前显摆了吗？他就想找你报个仇，意思一下。可是后来又看到你把他以前的阵法也抹了，台子柱子都给推了，于是他就想回来抢夺门主之位了。你帮我告诉陆昭瑶，他若能回来，我这门主之位拱手奉上也无妨。师傅你可真大方。你受伤了？担心我？本来是担心，不过师傅这么厉害，世上应该没有什么能伤得了你吧？师傅，要不要比试一下？比试？我拿六合天一剑，你拿万钧剑。咱们比试一下，正儿八经的比试。上去差点，小瞧我。算您，秦芷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无妨，师徒之间比试，他理应拼尽全力。可他刚刚分明是想杀了你。说了无妨。厉晨岚对秦芷叶已经宠溺到这种程度了，色令智昏，你怕是活不了多久。哼，走吧。去哪儿？江州城。啊？你缺把香尘的剑鞘。
等，